Best 请准备 Sophia Home。来哦，我是达斌，那我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今天的成果。那我们安蒙顶大概在半年期间的话，小谢他还非常的努力，就是在继续修一些东西。然后大概有以下的这几点，就是蔡中涵的大词典，我们大概更新了有四万多个字了现在。然后就是在这段期间里面，老师就陆陆续续他给我一些他们新增跟他一些他修正的词汇，大概2000多个字左右。然后再来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参考原本只有相似的四，现在分为同跟参见的这两种，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它的下面的那个同跟参见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有再来就是修好了那个叠字这个两个重叠的构词的一个资讯，然后还有加入了中文题字，就是我没有考虑到说你在那个搜寻的时候，因为你不是，如果你本身是初学者，或者是说你不是一个阿密不是你的常用的一个主语的话，那你在查询字词的时候，都会没有办法那么快那么精准的去使用，所以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打完主语的部分。你会发现到那个中文会直接对照在右半边，让你可以直接快速的去选取比较精准你想要的词汇，然后在这边就会你会自己看到，然后会去可以比较快速的去使用。它除了注意外，中文也是有相同的功能。我们打个，保密。所以像它就是保利，它一样有同样的功能，就可以呈现出这样左右对照，让搜寻者会比较快速的方便去使用。然后我们今天的成果就是，我们早上有讲说需要那个小帮手帮我们修补，就是大概有800多个需要那个去比对新旧词典里面的单词。那目前的话，大概完成了250个字的单词，那也谢谢各位小帮手的那个帮忙。那我们还有2/3也需要大家协助。然后我们在小帮手的协助之后，没有发现的新的问题，就是在中文搜寻的睡觉地方会造成左侧搜寻的错误，就是会，就是刚刚我们看应该打字的话，在搜寻栏的话会出现会下拉，不能睡觉，对，它完全出不出来这样子。这问题的话要问小谢，他在那个部分。对，然后还有部分的单词在词干中，就是他在旧词典有出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新的词典，就是现在你在阿米蒙典上面，他突然就是会消失不见。然后这地方我们也在，就小谢还在去寻找整个状况。然后还有就是因为，第三个就是单词发现断行的错误，就是因为老师他给，因为老师他年纪就是比较长嘛，然后所以他在使用电脑上面会比较就是没有那么像我们那么就是可以掌握那个技巧，所以他有时候可能会多打一些空白啊，或者是他用了全息，然后在小谢在转换的过程中，那个会发现就是他给的定义，他会没有办法去完全去密合到老师所给的资料，所以就出现有些字的话，它可能会出现那种就是一个单词，然后它切太多行显示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目前发现到的一些就是新的状况。然后我们还有一些需要努力目标的部分，就是我们需要，因为我们今天有请人家设计好那个就是新的界面，所以我们还需要前端工程师来协助。然后再来就是页面，还有页面其实有分享跟搜寻功能，那目前的话就是觉得还在努力中，就是
把它修复成可以正确显示词典的名称这样。那 Android 一部分就是因为它的资料库是旧的，所以需要再重新上架，然后还有 iOS 部分的话再需要进一步的更新。然后巴山你拿那嘎咕啊你你读在啊迪林米米格里读蛋糕，因为 蛋糕我刚刚有去问过老师啦，蛋糕在那个他在部落里面他比较常用啦，因为他之前是用那个 Moon， 但是因为他最近回去部落之后，他发现蛋糕是比较大多的在用，所以我们可以切蛋糕嘛，因为就没有切蛋糕，所以我们来念一下米格里读蛋糕，米格里读蛋糕，耶、yeah, ，对对对，耶、yeah, yeah. ，谢谢老兵，接下来是贝。